业联台龙准备开出11月的不锈钢盘价，市场预期每公吨将下修2000到3500元。由于国际镍金属行情回稳，法人分析10月均价走弱格局，短线上已经出现改善了。不锈钢族群从上游的业联、唐荣到千星大成钢，营收将会从中期盘整，进入稳步走阳的阶段。